落用三位数取缔逐步复工复产。上海市市长龚正话，要以超常规嘅力度同举措，加快推动经济恢复重振，尽最大嘅努力将疫情耽误嘅时间造成嘅损失抢翻翻嚟。市政府亦都发布加快经济恢复及重振行动方案，一共有50项措施，包括全力協助企業紓困、穩外資外貿、促進消費投資和復工復產復市等的範疇，提到在下個月開始取消企業復工復產審批制度，擴大企業防疫等方面的補貼範圍，將盡最大努力來幫助各類企業全心全意的服務各類企業。